さあここで高橋部長、とあるお久しぶりな人物を探しに行きます。哎，老板你好！哎，大家好久不见呢！好久不见！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皆さん、前回ほらこちらで私の甜点を食べ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シャオ老板です。お久しぶりです。好久不见です。好久不见！哎，老板，今天我想要到在地人推荐的美食，你有什么想法？有啊，有啊！刚好我们有个茶园在山上。哦，真的？对啊，它是属于非常里面的秘境。高橋部長、よかったですね。ということで、早速その秘境の地へ出発することに。とっても楽しみ。どんなところなのでしょう。我们要去的是在哪里？在出入牧场里面的一个茶园。一般的客人也可以去的吗？必须要先预约，因为有预约就可以去了。是的，然后这边刚好就是出入牧场。哇，きれい、なにここ？好像北海道哎。对呀、啊，很像这个北海道。对啊。对。老板原本是在台东的人吗？没有，我是台北人哦。啊，台北人哦。嗯，我算返乡青年。为什么回到台东？因为这个是阿公阿嬷的房子，我们是想说，那是不是把它改造了，然后让它比较就是吸引，然后比较亮丽一点？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甜点。哦哦哦，哎，那甜点做到后面的时候，又发现，好像必须一定要跟台东的一些农特产品的部分去做一个结合，就是地产地销的方式，这样子才会有一点真正在地的特色出来。今から向かうお茶畑のお茶も。デザートを作る際に使われているんだそうです。みんなで台東を盛り上げようという気持ちがとっても伝わってきますね。茶畑に到着するとワンちゃんがお出迎えしてくれました。早速お茶畑に行きます。それにしても大きな畑ですね。気持ちよさそう。はい、姐姐、这个是高志。はい、姐姐你好。はい、帅哥好。特地从日本来。对对对对对。哦，欢迎欢迎欢迎，非常欢迎你。对，我是来自日本的小鲜肉。啊，是是是是。看得出来。啊，真的吗？ありがとう、嬉しい。哎，所以是这边是你们的茶园哦。是，这是我们的茶园，我们前面都是有机茶。嗯，很漂亮的，因为这样看可以那个那边的风景真的很漂亮，就是对啊。我们这是一个秘境。哦，真的是秘境。对对，一个秘境。所以这边是一般的客人也是会。会我们旅游客人都会来。哦，真的。こちらのお茶畑は一般公開もしており、予約をすれば皆さんもこの大自然に囲まれたお茶畑にて絶景を眺めながらお茶摘み体験ができちゃうんです。お見逃しなく。はい、大家好、我是高子つんく。哇。等一下，姐姐，为什么我要穿这样子？这样太可爱了啦！这个就是工作服，这个、工作服就是这样子哦。对对对，一定是要这样装备。所以茶笼、袖套、斗笠，这样是防止它晒太阳。哦，对皮肤保护一下皮肤。啊，是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是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会穿这样子。对对对，都是一定要穿这样。なるほどね。但是这个为什么？为什么我的比较可爱呢？对啊，你要比较可爱一点的，因为你本身就很可爱。是没错，姐姐比较可爱嘛，比较可爱嘛。要可爱一点，姐姐要不要 peace 一下，跟金斗 peace 一下呢？ peace 现在很流行这个 peace， 你知道吗？ peace。高志、何してるんですか？姐姐も困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本当に。我们今天就要采一心二叶，把它从这里把它采起来，一心二叶折起就好了。对对对，折来这边，这个这个折起来，对，折起来。好像我对，可不下，留下，这叫做我了，这叫做正确的，这个是正确的，一心二叶。等一下，姐姐，因为我其实之前有外景的时候有去过那个采茶叶，但是那时候是一心三叶，为什么这个是二那个两叶？一心三叶是这样子。啊，也有哦。对，也有，也可以这样子啊，自己采的。对啊，因为我们接待游客都请他采一心，一个心两个叶，这是游客采的。我们一个术语叫做一心二叶的茶叶是最高级的。そうなんだ。是是是，所以我们都以一心二叶为主，它的那个在制造过程的周所会比较平均，品质会提升很多。啊，所以是就是喝起来也是不一样的。喝起来它当然品质很好，回甘度也很强。哦，是哦。是的，是的。就这个采的过程已经有这么的差哦。对对对对对，这是第一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对对对，也最重要的过程。好好 ，OK， 了解的是，所以我们这边要整个都要拆掉吗？对啊，我们要采一些，等一下我们去做我们美食的原料。好，了解。来开始采。好，为了美食，加油吧！采多一点哦，采多一点。好，頑張ります。こんな絶景に囲まれながらお茶摘みなんてとっても気持ちよさそうですね。続いてはこちらで大人気のとある DIY をやるそうです。
何を作るの？ミージンのメイスを作るためにですね、今こちら、キッチンにやってきま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ね、じゃあ JJ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你是谁呀、啊？你是这个？我是茶园第三代。啊、你是第三代，所以是儿子的意思吗？对，没有错、哦。是未来的老板。哎、嗯，对。哦，未来的老板，对。现在在学习当中。感觉很年轻的几岁哦。二十七。二十七？对，没那么年轻的。没比较年轻，对对对。OK， 那第三代老板可以请教我一下吗？我们刚刚有去采茶，对不对？对。那我们用我们新鲜的茶，对，我们来做新鲜的绿茶汁。哦，绿茶汁。对，绿茶汁。不是绿茶。绿茶，新鲜的绿茶汁，对，它没有做成茶，所以它是绿茶汁，类似果汁。那你说的就它这样保留茶叶原本的儿茶素跟叶绿素，对，就是茶叶原本的那个健康营养成分都在里面，我们就直接喝进去我们的肚子里面。OK OK OK， 好，这是清洗过的茶叶，因为天然环境还是会有许多灰尘跟一些虫卵，所以我们洗干净脱水之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做食用了。对，你可以闻看看它的味道，跟刚刚采下来就不太一样。哦，哎，红豆它已经有绿茶的味道了，对，已经有很新鲜的茶叶的味道。哦、对，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做萃取的动作。はいはい、好，ここでしか飲めない緑茶汁の作り方は実は至ってシンプル。取れたての洗ったお茶の葉と水をミキサーに入れ、葉っぱがなくなるまでミキサーにかけるだけ。とっても簡単でしょ？抹茶のような色の濃い飲み物が完成。一体どんな味なのでしょうか？高橋部長、教えて。很苦涩，对不对？还蛮苦的呢。很苦啊！老板，我人生这么苦，还要喝这么苦的东西哦？为什么？其实，这个东西是要加调味的啦。所以你刚刚是就是故意让你喝看看原味，让你尝试一下苦的味道。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了？実はこちらの緑茶汁まだ完成してないんです。オーナーさんの遊び心で高橋部長に味付け前の苦いものを飲んでもらったんです。那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就是我们大部分会做给我们一般的体验活动会做的，这个是我们在地的梅子酱啊，梅子酱的，对，这是梅子酱，是在地的梅子酱，可以看一下吗？可以啊，これ梅子酱だって美味しそう，可以闻闻看吗？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哦哦，めっちゃ梅子。めっちゃメイズの味道。梅子哈、哦，好，来，我们先加进去。啊，直接加进去。对。哇，美味しそう。好，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东西。是。刚很苦苦的，对不对？对啊。那我们接下来加一点甜甜的东西。啊，いいね，酸酸甜甜的那种。对，这是蜂蜜。啊。对，我们加一点蜂蜜进去。蜂蜜ですね。哇，いいですね，いいですね。啊、色が変わってきた、颜色有一点变呢、欸，就是刚刚很绿，但是现在变成有一点那个黄緑色に変わってきました。あら、美味しそう。味付けをした緑茶汁、一体どんな味なのでしょうか？さっきとはどんな違いがあるの？哇，这个超好喝哎，很好喝，怎么那么好喝？对，就是梅子鲜鲜鲜甜甜的感觉。啊，本当に鲜鲜甜甜。对，でもやっぱりちょっと椰子の苦味もちょっと残ってて、あ、すごい美味しいですね。就是我们热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做来喝这样。哎，これは这个是你们自己发明的，还是会有其他茶园也是这样可以喝的？只有我们是这样子做，因为我们是做有机的。没有农药，所以才可以直接这样子打新鲜来喝。哎，但是老板，等一下哦，我想要今天要吃的是那个梅丝，这个是喝东西呢，有没有梅丝吃东西？当然有啊，有有啊。続いては取れたての茶葉を使ったダンジョン DIY に挑戦することに。现在做的后面这个体验，就是我们要做茶的蛋卷。哦，蛋卷哦，蛋卷哦，蛋卷，对，蛋卷可以做这么简单，可以做出来。对，很简单。真的？对，它材料很简单，给你搅拌好不好？好，不要，不要吗？嗯。怎么可以不要？换你，开玩笑嘛，老板。来来，那你来，我很会做。好，那我就帮你加材料进去，那你负责搅拌吧。好，好，来来来。もうふざけてばかりいないで、しっかり体験させてもらってください。卵をはじめ材料を加えたら、さらに混ぜていきます。すると再び。加油啊，老板，赶快做啊！你到底会不会做啊？你不是每天在做这个吗？你怎么那么慢呢、啊？你已经忘了。这原本是你的体验，我是帮你而已，怎么变成我在做了？好像你是对啊，等来，那你继续，请继续做。怎么可以这样子？好了，来来来来。ここで取れたての茶葉の粉末と、さらに先ほど作った緑茶汁、ごまを加え混ぜていきます。程よく混ざり、フライパンも温まってきたところで、
いよいよ焼いていきます。部長、この焼き加減によって美味しさが決まるので、ふざけないでちゃんとやってくださいよ。我们等一下一瓶子一瓶子，然后放倒进来之后，不用去抹开它，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轻轻的放下来，这样轻压，慢慢压，慢慢压，慢慢压，いい音これ。翅膀都不行，对，好，那我们就轻轻的打开看一下。哇，好香哦，一口的，哇，这颜色这样就可以了，就可以了，金黄色的这样子。嗯，好，然后我们拿取这个模具，放在中间的地方。嗯，然后这样抓过来。不会烫吗？会啊，会哦。对，所以我戴手套啊。哦哦哦，对，好，来，这个卷起来之后，用手这样推它，推到收口的地方有没有？我们这样轻压，这样一支。抹茶叶的绿茶蛋卷就完成了。美味しそう。あ、ちょっと本当によだれ出てた今。ちょっと部長、本気でよだれ垂らさないでくださいよ。さあ続いて高橋部長が挑戦します。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よ。轻压放下来。像刚刚那样轻压。啊，このいい音多分この音が。这样是可以的吗？什么？你想什么？这个声音听起来不太妙。不是吗？不是。是吗？お二人さん、何をそんなにニヤニヤしてるんですか？変なこと考えないで、真面目に頑張って。え？那个感觉有一点比较小，对不对？对啊。你压的不够紧，你要压紧。你早修嘛。我刚刚说，我说慢慢压，压紧。对，没有错。好，那我把它卷起来。卷起来哦。对，它快烤焦了哦。哎，怎么？放中间。中间的话。好，这样抓过来。不用怕烫，不用怕烫。好，然后把它卷起来。哎，怎么那么难呢？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刚刚不是说很简单吗？对啊，很简单。来，我帮你好了，我帮你好了。哦。OK。哦，真不可饶枉的。那我们来吃吧。好。要吃了吗？好。干嘛？你只做一只，你就说你要吃。而且你看你的。这是我的，这是你的。你怎么这么短？真的，你的比较长呢。没有吧？没有吧？没有吧？有吧？真的很短呢。你看你怎么那么短呢？真的。你压得不够紧啊。部長、初めて作ったんですから、気を落とさないで。そんなものですって。その後も何度か挑戦したところで、いよいよ実食です。どんな味なのでしょう。このね、美しい景色の中でこの今作ったダンジュエンをね、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好，我们可以开动了。这个是你的。啊，好，这是我的。短短的。怎么那么短呢？这是我的。对啊，你的真的很漂亮呢。很漂亮吗？嗯，来，いただきます。哦，美味しい。なんかこれがすごいすごい卵の味がするんですけど、徐々にこのお茶っ葉の緑茶の味がすっごいしますね。すごい外のダンジョンと全然違う。あと自分で作ったからすごい美味しいですね。你要吃哦？你叫什么名字 ？Debbie。Debbie， 可以给他吃吗？可以啊。啊，真的？可以啊。你要吃哦？好可怕！ワンちゃんも嬉しそうに食べ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よかったですね。这个是红茶好，蛮特别呢。蜜香红茶。也是你们这边送的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なんか外の緑茶と红茶と違って全然赤みがない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オレンジ色でとってもいい、美味しい。でも红茶の香りがすごいするんで。お茶が美味しすぎるということで、高橋部長、ここでこちらの美味しいお茶の広告に挑戦することに。部長、面白いのお願いしますよ。面白いの。好喝的茶就是这个。赶快打啦！我很尴尬呢。我觉得这个来的客群可能会不太一样。什么意思了？就怎么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可能会被黄标。黄标哦？为什么？太 H 吗？有一点点。那我还是去日本那边那个内群发展好了。OK， 对，好像比较好。啊，好，开玩笑。ここで三代目にこちらの畑に関する由来など歴史を伺ってみましょう。
所以你是做这个事已经多久了？很久了。我回来差不多三年了。嗯、回来从哪里回来、啊？我大学毕业之后当完兵，我就回来。啊，是哦。做这个工作时候有辛苦的地方？最辛苦当然就是在制茶的时候，就要从早上一路忙到半夜这样子，连续差不多三到四天这样，或是一个礼拜。就是没办法睡觉的那种。就是睡眠时间很少，一两个小时的。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未来的目标，或是怎么样的要怎么样的发展？对，未来的话就是慢慢转型成做观光产业这样子，然后会再拓展一个露营区这样子，然后我们会有富裕这附近的萤火虫，因为小时候这里整个山上很多萤火虫。那老板，我们年轻点，继续加油吧！来，好，我们继续加油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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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挑战吧大神麻将手游即刻下载。哎，对了，还有台湾好吃鸡有 IG 跟 FB。也欢迎大家的追踪跟按个赞哦。